鲜。怎么了，宝宝？给你买的最爱吃的泡芙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。我问你，你昨天为什么花我卡里的钱呀？今天发工资不都打到你卡里了吗？咱就走一下你卡。不是，你一个大男生，你花我的钱干什么呀？还有，你花钱干什么了呀？我给我同事买水了呀。你是不是给女生买的呀？是有女生，都是我组员，四个男生，两个女生。我就知道是有女生，我真是无语了。你为什么非要当那中央空调呢？一个男领导给两个女下属买水，你啥意思呀？都是新来的女生，我真不熟。不熟也不行，是女生就是不行。你肯定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，借机加了人家微信。过两天是不是还要带人家看电影去呀？你要是不理解我买水这个举动啊，你去问问别人，我应不应该买这个水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明明是你讨好人家女生，给人家买水，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现在是为了那两个女生来凶我是吗？行，咱分手吧。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提到分手啊？咱俩在一起一年了，每次你都这样，只要和别的女生有关，你不管青红皂白，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。我要顾及我的下属，等你站在领导这个层面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什么事该干，什么事不该干。你现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，不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吗？行，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给我买个包，我就原谅你。包包包，你就知道买包。我每次发工资我都直接转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。你除了买包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我买包怎么了？我凭什么不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呀？我看你就是不够爱我。当你女朋友，你不就是应该宠着我，给我花钱吗？你想追求你想要生活可以，但你凭什么拿我的钱满足你自己虚荣心呢？你说你不工作养你也就算了，三四万的包，你一个月买两三次，有点过分了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喜欢你，我不想跟你分手啊？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我每天工作我忙得要死，可你没有一次站在我的角度给我考虑过一次问题，都是我在照顾你的情绪。还有啊，你说你要管家里的钱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把钱花哪儿了吗？你现在敢不敢告诉我昨天给你转的行李还有多少？不是你提钱的事儿干嘛呀？我一个女生我能花着多少啊？我是爱你，但是你别把我对你的爱当成你无休止作和闹的筹码。你不是觉得我不够爱你吗？行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把我这一年给你转的钱你都给我转过来。哎呦，我以后不走了好不好？咱俩别分手了。晚了，我告诉你，就你现在这个样，你根本就不配得到我的爱。哎，